有好多姑娘亮灯，所以我觉得小伙子，你接下来爱咋咋地这个环节，努努力应该没有问题的。选择放弃吧，放弃。为啥呢？因为我感觉错过了就错过了，没有必要强留在一起。有可能是错过了，我下一段会更美好。你是怕把他叫出来之后他拒绝你是吗？并不是，就像我那个处那三个女朋友一样，他们每个其实都回来找过我，但是我每个都没有同意。所以说我从来不会去后悔某件事情。来，缘分天使送给你。谢谢。加油，小伙子，加油。还是希望，找像我妈妈说的，就是会英语的，因为有可能上国外定居。本栏目感谢中信集合星酒业大力支持，再次表示感谢。接下来出场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小伙子。